这沙发哪里睡得着呀我？啊！我操！他妈这谁啊？是不是有病你？我操！啊！幻觉，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啊！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谁呀？啊！问路的，问路的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不是跟踪我？嗯，你们都住一块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说。你先回答我问题，你是不是跟踪我？没有，我就住在隔壁，我是来接洗发水的。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哟。你以后别来烦我，不许乱说话。啊！哎，怎么？你晚上叫什么呀？我看有老鼠，你把人。哦，你可拉倒吧！你一个能打我三个，你怕老鼠谁信啊？怎么？那你意思是我故意想跟你睡了？啊，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哎，我说怎么可能呢？还有，哪有人大晚上问路的？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？看见脸红心跳的，肯定是个女的。你不要乱说啊！我刚搬过来第一天，怎么可能就认识这名女的呀？就你长得一样，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。谁？